请掀开经本，《地藏本愿经论观》第二十页，第二十页，第四行，我们接着来说明心即三昧跟一心三昧。三昧，这是佛教的术语，它的意思叫正受。从这个梵文字面上翻呢，翻作正受，也就是正常的享受。换一句话说，凡夫的享受是不正常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六道凡夫的享受有 五大类：苦、乐、忧、喜、舍。这五大类的享受，苦乐是身的享受，忧喜是你心的享受，身心的受用。这个舍受就是身不感觉到有苦乐，心也没有忧喜，这个时候的享受就叫舍受。这五种受里面呢，当然是以舍受为最好。那凡夫为什么叫舍不叫三昧呢？因为凡夫在这个境界的时间很短促。换一句话说，舍受不能够永远保持。如果舍受永远保持那就是正受了，就叫做三昧了。那么由此可知，世间人修定，定是舍受，定中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所以佛经里面常讲这个乐叫禅悦，禅定当中的喜悦，这是正常的。四禅八定都是属于舍受，过称它为正受，是因为它有时间限制。纵然这个第八定功夫很深，这个定的时间能够相续到八万大劫，这个时间可以说相当长了。佛在经上讲一个大劫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一次的沉住坏空。你看世界沉住坏空这叫一个大劫，八万大劫了，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诸位想想他这个定中多深，在定中境界这么长，八万大劫如果要跟无量劫来相比呢，那时间太短了。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你这八个大劫算什么？所以八万大劫对我们来讲这个时间不可思议，天文数字。但是从无尽时空里面来说呢，它很短暂，所以
它还是属于邪受，不能算是正受。正受得到之后啊，永远不会失掉。所以什么人才真正得到正受？在佛法里面讲，小乘阿罗汉果。真的阿罗汉，他的正受啊，不会失掉了。这是真正的是圣人，小圣而不是大圣。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心即三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漏尽通。六道里面的这些圣者啊，像这个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他们只有五通，没有漏尽通。什么叫漏尽通呢？漏是烦恼的代名词，烦恼尽了啊，见思烦恼断尽了，这个时候就入心即三昧了。换一句话说，人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你的心就不急啊，这个急就清净的意思，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心清净了啊，你的受才叫正受。那么由此可知，学佛不能不断烦恼。这个要知道啊，如何把我们的烦情烦恼淘汰尽，是我们修行第一个重要的课程。你看四弘誓愿，第一呢，叫我们发心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句话，用现代的话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发心。为无量无边的众生服务啊，度就是服务的意思啊，牺牲贡献啊，服务啊一切众生。可是你想为众生服务，要有服务的能力，你没有能力，拿什么服务？所以你要有德行，你要有学问，你要有才艺，你才能为一切众生造福啊！你什么都没有，心里想为众生服务，能力做不到。所以要成就自己，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德行，先断烦恼，成就自己心即三昧，一心三昧。你到这个境界，你才有能力为众生服务啊，你才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啊。佛法里面教导我们啊，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众生是最就近的，是最圆满的啊，是得最殊胜的利益的。佛给我们讲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是个义务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工作者，用这种身份、这种方法来帮助一切众生
这种方式啊，一定要有真实智慧啊！没有真实智慧啊，做不到啊。真实智慧从哪里来呢？从心即三昧而来的，从一行三昧而来的。一行三昧比心即三昧还要深啊，所以先修心即三昧呀。啊，心即三昧呀，是三三昧无觉无观的成就。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三禅到四果罗汉的境界。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修学，怎么行呢？啊，怎么个修法呢？无量寿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句话：习心易行呐。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呐，好好的清洗清洗呀。啊，心里面太脏了，太龌龊了。无量劫来，我们这个心里面天天在熏习，熏习什么东西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被无量无边的恶业熏习，妄想分别执着。要把这个东西清除啊，洗掉啊。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洗心啊，心里面这些肮脏东西洗掉了，你心就清净了，就寂静了。你不肯做这个功夫，这心即三昧怎么会得到呢？心不清净，哪来的智慧呢？清净心能生智慧呀，清净心是智慧的根源呢。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知就是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啊，就是无所不知啊。所以我们要想帮助一切众生啊，诸佛菩萨普度众生，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他自己要不破迷开悟，怎么能够帮助别人破迷开悟？他自己没有成就真实智慧，如何能够帮助别人成就真实智慧？所以习心易行呢，多重要呢。行是行为，过去我们的行为都是自私自利，都干这些利己损人，这个行为是错误的，这个行为是罪恶。尤其是毁谤三宝，障碍正法，那个罪过就更大了。啊，《法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一开端，佛讲了一个公案，我们要记住啊。啊，佛说。在那个时代，有两个出家的比丘讲经说法，利益众生啊，听众很多，法缘很盛，就引起一些人嫉妒障碍，造谣生事来破坏法师，
啊，使这些听众对法师丧失信心。干这桩事情的人堕阿鼻地狱。佛在经上讲啊，佛说的堕地狱的时间是从我们人间来算的啊，以人间这个年月来计算，1800万年了。而这个堕落在地狱里面的人，他的感受，在地狱里面受的这个苦啊，感受的是无量劫啊。人间的时间好像短，地狱的时间就很长了，这是我们现在人讲的时差了啊。地狱里头生活是度日如年，我们人间一天呢，他在里面就好像过了一年一样啊。地狱出来变畜生，变恶鬼，再转世到人间啊，贫穷下贱了，六根不全了，受种种苦难了。诸位想到造业的时候很容易，时间很短呢，可是将来受果报，这个苦楚不可思议。人为什么要造这种业呢？为什么要生嫉妒心呢？佛在经上讲得好啊，你要是一念善心交感，你就造了无量无边功德啊。什么是善心？没有嫉妒，称扬赞叹啊，不但不障碍，而且劝导大家对这个法师有信心啊，接受法师的教诲。法师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道德有羞耻，只要他讲的不错就行了，听众的利益就好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天台大师讲得好啊，有解无形，这是说什么？这个法师很难得，他真正懂得佛法的道理，没有讲错啊，他自己没有做到啊，他能讲能教别人，自己没有做到，过之思也。这个人什么人呢？过思啊，他有能力做别人的老师，我们对他要尊敬啊。如果说有解又有行，解行相应，过之宝也，那更值得人尊敬。天台大师这种教诲，我们要是明白接受了，依教奉行，我们这一生呢就积功累德，那个成就就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往往是随顺自己错误的见解啊，自己的分别执着，把许许多多这个佛法的机缘破坏掉了。我们自己破坏，自己受灾受难，这没有话说啊。而把许许多多众生修学佛法的机会断掉了，这个罪业重了。
佛家讲啊，断人的生命这个罪呀、啊、小，断人的慧命这个罪就重了。啊，为什么呢？生命得到不难呢？啊，可是遇到佛法的这个机会呀、啊，太难了。啊，得人生，《地藏经》上讲了，人死了之后，如果他这一生修五戒十善，49天，他又回来了，又得人生了。啊，说明得人生的机会多啊，但是闻到佛法的机会就太少太少了。啊，你们想想，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啊，12000年之后佛法就没有了，灭了。下一个机会再遇到佛法要等到56万亿年之后，56万亿年之后弥勒菩萨出现才有佛法。啊，你看看，有佛法12000年，没有佛法的时候56亿多万年。你把人这一次闻法的机会给断掉了，是你的罪过多重？阿鼻地狱永劫不得翻身的人为什么要造这种罪业？造这种罪业的人现在我们看到太多了。啊，法师讲经说法，说法障碍他，不叫他去听经。啊，发心听经也要借其他的 方法把他拦住。啊，带到他欢乐场中去消遣，闻法的机会也断掉。尤其是正法了。啊，这个时代啊，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得好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那个邪思说法你把它的缘断掉，那还没有什么大罪过。如果是稀有正法，你把他的语言断掉了，你的罪过就重了。这是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检点，要改过自新。我们的心极不清净，完全是为了自私自利。啊，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争名夺利啊，在道场上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障碍。我们有没有觉悟到？知不知道从这个地方回头呢？所以这个事事出世间呢，没有比这个罪业更大的了。啊，无逆罪里面呢，这破活活身呐，诸位要晓得，无逆罪这五种罪业，啊，重罪堕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五种啊，越是往后面罪比前面越重。啊，前面第一个是杀父亲杀母亲，啊，堕阿鼻地狱。啊，第三条杀阿罗汉的，第四是触佛身血，第五破活活身的。啊，这个破活活身就是破坏僧团，破坏弘法利身的这个机缘。这个罪过在无逆罪里最重的，比杀阿罗汉，比触佛身血的罪还要重。啊，什么人造呢？都是学佛的人造。
啊，出家人、在家人互相嫉妒、互相障碍，造这种极罪大恶，自己完全不知道啊！啊，到地狱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习心易行啊，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啊。啊，所以我劝真正发心修学的同修啊，从哪里下手呢？一定要从有意识想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就是错误。从这里下手啊，把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断掉，把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行为彻底断掉，从这里下手。如果你还有念头控制人事物，有念头占有人事物，你就完了。这个念头啊，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人生在世啊，很短暂的，几十年一刹那就过去了。啊，千万不要误会呀，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迷惑人说的，真正聪明觉悟的人，他知道来日苦短了，这是真正觉悟了，来日不长啊。我1977年，盛怀法师、谢道莲居士请我到香港来讲经。那个时候距离香港回归还有20多年呢，日子很长啊。想想看，那一天不就像昨天一样啊。盛怀法师老了啊，我也老了啊，盛怀法师跟我年龄差不多啊。谢道莲居士已经走了，过世了，所以一定要觉悟啊！来日苦短呐，不是方长啊！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好事呢？做一点利益众生的事情。聪明人舍己为人啊，能够舍弃自己的利益，舍弃自己的地位，舍弃自己的权利，成就别人的好事啊！好事当中啊，无过于弘法利生。无过于培养积极的弘法人才。早年我们在台湾建立一个小小的华藏图书馆，韩馆长对于培养弘法人才非常热心的。那个时候我们相当困难，道场很小，有几个年轻法师在我们那里共修，韩馆长非常欢喜。
商量，我们办佛学院来培养人才啊，到以后从外面来了个法师啊，说香港这边呢办佛学院啊，劝他们啊到香港来求学。这些法师们呢心动了啊，也没有告诉韩馆长。等到韩馆长宣布我们决心办佛学院，他告诉馆长不必了，我们过两天就走了。馆长到哪里去了？到香港去。这一盆凉水浇了之后啊，馆长对于培养弘法人才的念头从此之后就断掉了。你们想想这个罪过多大。这个罪过出家人造的，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李牧元居士找我在新加坡办这个培训班，馆长是非常勉强的答应，而且跟我讲只办一次。他对于这个年轻人这个修学没有信心啊，这一次办完了之后，这接着办第二届，馆长也勉强同意啊，告诉我好就办这个两届，以后不要再办了啊。我说好啊。第二届办完之后，学生出了一个特刊，这个刊物的时候送给馆长看，馆长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啊，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才告诉我这个班应当长期办下去啊。馆长是个有智慧的人呢，不是完全感情用事啊。看看这些年轻学生真肯学，学得有心得，他就受感动啊。可见的他不是一种情执，不是万故啊，通情达理啊。所以他往生的时候两次见到阿弥陀佛，一次见到莲池海会，啊，走得那么安详，啊，入殓的时候，一个星期，全身柔软，瑞相稀有啊，啊，所以他有智慧呀，他心地慈悲善良啊，真正护持佛法。我们对他的恩德永远感念啊，不是一个没有智慧感情用事啊，只晓得争权夺利，障碍佛法，破坏法缘，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啊，那不能相比啊。一个是佛菩萨再来的，一个是恶魔恶叉来障碍佛法的，怎么可以相同呢？所以我们要不断贪嗔痴啊，不把是非人我除掉啊，不真正从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个意念上下手，我们在佛法上修学就很难获得成就。心即三昧啊，多么重要的。实在讲，我们能不能入心即三昧呢？很难。
你要入心即三昧，你就证阿罗汉果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一桩事自己做不到，做不到也必须要服烦恼。心即三昧是断烦恼了，断不掉要服啊，要控制住自己的妄想习气，控制住自己的烦恼，不让它发作，断恶修善啊，不要说救众生了，先救自己，恶业造多了，必堕地狱。这些事实真相，说实在话，现在许许多多学佛的同修都难以相信。他只以敢作恶，不怕受果报，他不相信因果报应，所以他敢作。如果相信有因果报应的，他就不敢作了。因果报应的理跟事讲的太少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远远比不上古代。古代这个因果报应之说说得多，在家里父母说，长辈说，在学校老师说，在社会大众都说，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概念，起心动念造作行持，自己都会有个约束。纵然造恶，恶也不离谱。还都能讲得过去，不是大恶。所以我们在感应篇里面读到，有许许多造作罪恶的人，年岁大的时候他会忏悔，他会回头啊。年轻的时候无知不相信啊，年长的时候他觉悟了，他回头了，努力修善啊。这个修善要从心地，绝对不让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恶的念头，你从这里做就好了。心里都有恶念，你这个心是恶的，你受这个恶的熏修，就变成恶心了。你要真正想回头，真正想修，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方法，决定不念人恶。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说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一句话说得好啊，说得重要啊。世间所有一切人的过失，我们心里头一概没有，就是绝不记他的过失。你的心就没有恶了，没有过了，心里面所存的都是世间的善，一切人的善我记住，一切人的过失我绝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喜心呐。喜心是这个喜法了，记别人的过错，我们的心是个恶心，
是个不善的心，不善的心起作用就不善的行为，就造不善的业。聪明人不干这个事情啊。所以世间一切人以恶意对我，我都把它忘得干干净净。绝不在意。啊，回报我的，侮辱我的，陷害我的，甚至杀害我的，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使我们的心啊纯善无垢。一切众生对我们有恩德，对我们有好处，决定不忘记啊，永远活在知恩报恩、沉浸感恩的境界当中，你这个人就是纯善，纯善无恶，天地鬼神都尊敬你。你这一生决定遇不到凶灾，中国人所谓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什么道理呢？心之所感呢，你是个纯善之心的，你心里头没有恶嘛。如果心里存着恶念了，你所遇的境界恰恰相反。明明是好好吉利的，你就碰到祸害了。逢到吉得凶，逢到福得祸，感应篇里面所讲的，你这一生呢，事事不如意，所以吉凶祸福啊，都在一念之间。为什么不在心理上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呢？我们学佛有没有成果，就在看你心地转变的幅度啊。你要是做180度的转变，你得到的结果是圆满的。你做90度的转变，你得到的结果是一半。可见的佛法的修学都在自己，不在外境啊。外面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与自己修持不相干了，都在自己的存心，都在自己的用心啊！一定要用一个纯善之心，用一个纯粹利益众生的心啊！不可以自私自利呀，自私自利就造无量无边罪业。三途苦报，你永远不能脱离。那么这是我们讲到心即三昧，从心即三昧再向上提升，就是一行三昧了。
一心三昧经论上讲的很多，什么叫一心三昧？用个最浅显的话来说，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那就是一心三昧。心定于一个法门，定在一部经上一个法门，修成三昧，就叫做一心三昧。在佛法里面，无论是哪个宗派，无论是哪个法门，都重视啊。只有一门深入啊，你才能成就三昧。你的成就一定是先得一心三昧，得这个心即三昧，然后从心即三昧呀提升就入一心三昧了。心即三昧是小成就啊，一心三昧是大成就啊。在经典里面解释这个名词，是一行三昧为转一行，修习正定啊，它有事有理，理一行三昧就是定心观真如一理，华严经就是的，法华经也是的。这个是理一心三昧啊。文殊般若经上说，法界一相啊，细念法界就是一心三昧。华严家他们修行的方法呢，法界观啊，你们看看贤首宗的教义啊，华严法界观呢，就是明了法界是一相。我们最近也在讲华严经，常常说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是一体的啊，什么一体呢？就是自己，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啊。这样入观呢，这就是法界观，这个就是一心三昧，理上的一心三昧。一心三昧成就了，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没有差别。昨天晚上我们在此地道场里面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说明华严的境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啊，所以你才见佛啊，入一行三昧仪见佛无数啊，无量无边诸佛你都见到了啊，无量无边诸佛呢，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真佛决定不是假佛，是你自己迷了，你见不到。迷的什么？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见不到佛。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见到佛了。啊，佛是什么？佛是真如本性。虚空法界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相分，能变的是佛，所变的怎么不是佛呢？当然是佛嘛！啊，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了，换一句话说，是个糊涂佛了。但是在明白人眼睛当中看起来，知道你是暂时糊涂啊，就好像一个人酒喝醉了发酒疯，不能就否定他不是人了，他还是人呢，还是个好人呢，他那个酒疯过了之后就正常了，他不是疯子。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就暂时迷惑颠倒啊，很快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他把我们当作真佛看待，我们遇到真佛把他当作醉汉看待，也把他当作糊涂人看待。佛眼睛看众生是佛，众生眼睛看佛菩萨也是众生，也是凡夫。这不就说明了境随心转吗？境缘没有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呐、你的心善，看世界所有一切众生都善，没有一个不善。你的心恶，看佛菩萨都是恶人，天下没有一个好人啊。所以都在一念之间呢、看你怎么转法了。大乘起心论里面也说，说这个一行三昧，你要是依一行三昧，你就晓得法界一相，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相啊，这一个相就是实相啊，真相啊，你就看出来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这也叫一心三昧啊！所以一心三昧的根本是真如自性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也说：“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以真心，不动道场，直称净土。”这也叫做一心三昧。那这《坛经》上说的，一心三昧也叫做一相三昧。禅宗里头非常重视啊，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以直心。什么叫直心？直心是一念不生。宗门里都常讲不思善不思恶啊，知心就是清净心的，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的啊。如果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啊，你这个身体走着也好，坐着也好，站着也好，躺在床上也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就是一心三昧。心里头动一个念头就错了，一心三昧就失掉了。在这个时候，你的身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
这是真正的净土啊！发性土现前了，诸位要晓得，发性土跟发相土是在一起的。我们凡夫落在发相，不知道发性。入一行三昧的人知道法相就是法性，性相不二。那么这从理上说，如果从事上说呢？事上说啊，一行三昧、一相三昧呀，就是念佛三昧。换一句话说，我们一心念佛，就是事上的一行三昧。事上的一相三昧，由此可知念佛法门的殊胜呢。念佛法门是直接修一行三昧，那么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得一心不乱？是我们心不清净，我们没有真正做习心意行的功夫啊，没有遵照无量寿经的理论方法来修行啊。修行就是意行呢，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啊。从哪里改变起？我刚才所讲了，一定要从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放弃一切恶的那个记忆啊，把一切恶的那些记忆的念头舍弃得干干净净。用善念取而代之啊，记一切众生的善，不要记一切众生的过恶，永远生活在沉浸感恩的境界多中境界之中啊。你说这个人生活多么充实啊，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啊，没有罪恶啊。知道人家以恶意对我，不是他的本意，是他的误会，这话是真的啊，不是故意做思想啊，都是事实真相啊。他对我们认识不清楚，不了解啊，听信别人的谣言啊，或者是看错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心行都是善的，可能我们的手段用的方式是不善的啊，他不了解不善的手段可以达到善的目的啊，他没有看到后面的目的，只看到眼前我们的造作啊，产生了误会啊。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往往有之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记仇记恨记人家的故事啊，这种心非常不善的心啊，一定要记别人的好处，别人照顾我们一天啊，供养我们一餐饭，这个恩德都不能忘啊。啊，古时候大家知道韩信，韩信所以能够建功立业，他最大的长处
不忘恩呐、啊。自己在穷困的时候，挨饿的时候，嫖母给他一碗饭吃，一生不忘记。自己成功之后，还找这个人报恩，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滴水之恩呢，终身不忘啊！啊，再大的过失，再大的侮辱陷害，一笑了之，绝不在意。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的本钱。你要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本钱，你怎么样苦修，你也不会正果。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些事，不在这些事上下功夫，我们念佛怎么能成就念佛三昧？所以许许多多念佛同学告诉我功夫不得力，不得力的原因不知道在哪里，甚至在念佛堂临众修行的法师功夫也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下了堂之后还有是非人果，言谈之间还记得过去哪个人对不起我，还有这些念头在，他怎么能功夫怎么能得力呢？不可能啊！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对于过去恩恩怨怨没忘记，他就不开智慧，他的讲经永远不会有进步。讲经没有进步，就说明他修行的功夫没有进步，这一定道理的。你真有修养啊，你才能讲得出真东西，讲得出真味道来呀！啊，《文殊般若经》里面有一段话：“若欲入一行三昧，应于空行。”协助乱意，协助乱意，这句话要紧啊！乱意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恩怨，啊，要把这些不善念头写尽啊，还得不取相貌。不取相貌怎么说呢？不着相，然后细心一佛，专念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与一佛念念相许，基于念中啊，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这个事情啊，我们同修当中有啊，有人告诉我，他在念佛的时候见到很多很多佛，但是他不是常常见的，那是什么回事情？一念相应，很短的时间，这一念的时候，他心里头确实万缘放下了，心地清净了。虽然这个时间很短，一刹那之间，一刹那之间就有感应，他就见到无量无边诸佛，或者听到无量无边诸佛念佛的声音，这是证明啊！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没有这个感应，换句话说，我们从来没有一念清净过，所以你得不到感应。得不到感应，也不必求感应，因为求感应那个念头是妄念，障碍感应，不要求啊，自然的。
啊，心地清净，自然这个现象，这个境界会现前，现前也不要欢喜。啊，一生欢喜心又错了，你又起心动念了，马上就堕落了，就回头。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修行呢当中的境界。我们再看下面文，入一心三昧仪，见无数，见佛无数。底下这两句话重要。发深广心呢，住坚信位。啊，所以我们有同修，哎，那个一念相应的时候，见佛无数，但是底下这两句没有，所以他还是凡夫。啊，如果见佛之后啊，下面这个两句他有了，他立刻就入菩萨位了，他就超凡入圣了。是吧？发深广心是什么心？深广心是菩提心的，真正觉悟的心的，坚定自己的信心。这个信心永远不退，永远不失。啊，这个净土宗里面信愿行，你的信心建立了。信心建立之后啊，愿心就升起了，愿生净土，愿度众生。啊，有愿必有行。你念佛不会间断了，你会随时随处劝导一切众生念佛。劝人念佛是化他，自己念佛不间断是自度。你一定会向地贤法师教导锅炉匠那个方法，你会很喜欢，你会很羡慕，你会很认真努力去做。啊，有空就念佛，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决定不放松。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缘呢，统统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了，随缘度日，决定得生，前途一片光明啊！再用佛家上一片金色光明，无比殊胜的光明。与舍摩他、毗婆舍那两种观道决定信心。舍摩他是梵语，毗婆舍那也是梵语。舍摩他翻成中文是指的意思，毗婆舍那是观。啊，这两个名词合起来，止观，止观这两种修行的方法，决定信解。这个说法大家呢还是不太好懂，我们再换个名词，还是这个意思。舍摩他就是放下，毗婆遮那就是看破，这大家好懂。看破是惯呐，放下是止啊。啊，惯是关键呢，就是明白了解，啊，不迷了。啊，止是彻底放下了。啊，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是非人我。
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自信里头没有的东西通通要放下，你就对了。自信里面有的那完全就现前了。自信里有的是什么？无量的智慧啊，无量的德能啊，是自信本具的，自然就现前了。所以这两个名词我们用看破放下了，大家概念呢就清楚多了。对于这个决定信解，你相信一切诸佛如来他们过去从初发心修行正果达到如来的果位，用什么方法？就是这两种方法。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了帮助你更深一层的看破，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啊。我学佛实在讲是很幸运啊，没有走冤枉路。我26岁，方先生介绍佛法给我一个月之后我认识了张家大师第一天跟他老人家见面就向他老人家请教，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很快地入佛门大师教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是第一天得到的他这个讲法我能够懂得，能够理解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教我布施我有了一个入手之处布施是真正放下，能舍难舍能舍你舍智慧才现前这个智慧为什么被蒙蔽了不能现前呢？是因为你样样放不下，障碍你自信般若智慧你能够放下了，你那个智慧的障碍就没有了，放下了智慧就现前了所以智慧不开的原因是放不下所以看破放下了，从哪里下手的是从放下下手这他老人家教给我的，我依教奉行所以我真正做到了实在讲不是很高的功夫中国古人常讲的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这8个字我做到了所以我的心比别人要清净我的情绪比别人要自在清净自在是从这个地方得到的这个所以我感恩张家大师这是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我一生的这个受用以后学佛越学越知道他这两句话的真实到现在才完全明了，一切诸佛如来从初发心，无量劫修成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这两个方法
张家大师有智慧啊，他不用奢摩他毗婆遮那，要这样讲法我就不懂了，我就没有入手之处了。他把这两句话讲成啊，看得破放在下，奢摩他是放在下，毗婆遮那是看得破。你看我就好懂了。布施不但是这个财要布施，身外之物要布施，最重要的要把贪嗔痴布施掉，要把是非人我布施掉，要把自私自利布施掉，要把权力欲望布施掉，还得把所有一切嗜好也布施掉。这个重要啊，人如果不离爱欲，不离嗜好，就永远不能离开三途六道。三途六道啊，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爱欲要布施掉啊，嗜好要布施掉啊，生活一切随缘。我们今天生活还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托钵的精神。我们今天接受供养就是托钵，人家供养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没有好坏之分的。这样恒顺众生当中修随喜功德，功德是什么？把我们的嗜好舍掉了。我们今天只取需要，不取爱好。那人是所需要的，要滋养身体需要的，绝不取爱好。我想吃什么东西，想要什么东西，那是你的爱好。就这嗜好不取，只取需要，这个就对了。而且只取印量啊，印量是我需要多少量，你比如吃饭我只需要一碗我就吃一碗，不会看到哎，这个今天菜不错，今天可以吃三碗吃四碗，那就贪心就起来了。菜好也吃这么多，不好也吃这么多，是印量。这个样过这个过一生呢，真的是快乐自在无比啊！我一生没有道场，道场都是别人的。我自己没有道场啊，我自己也没有信徒。天天跟到我这些出家人，韩馆长度的。不是我度的，哪个人要到图书馆出家，要得他同意呀？我同意不行呐，我没有权呐。你们出家人名字都是馆长起的，所以是跟韩馆长出了家了，不是跟我。你们叫我这个师父是挂名的，有名无实啊。韩馆长往生之后了，我再不会给人剃度了。我从出家那一天起就羡慕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一生不做住持，不建道场，不收出家徒弟，收学生，不收出家徒弟，不做传戒师，我也希望我这一生当中啊，能够学得像印光法师。
在末法当中，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社会，自己能得自在，最近北京那边的同修也有不少长者欢迎我到北京去落户，我很早这是念念在怀呀，希望落叶归根，我已经老了难得北京许多长者欢迎我，如果我到北京去落户，我只盖个小茅棚，我不要找建筑师啊，我找谁呢？找乡下老百姓，找个三五个人给我搭个茅棚，我这样落户啊，自在呀。要是建筑一个道场，增的人抢的人就多啊，造罪业。我盖这个小茅棚送人，人都不要啊，这才相安无事，清净无为啊，我欢喜过这个日子。我乐意帮助别人，我可以帮助别人建道场，我自己不要道场。我自己一生做客不做主啊。主人欢喜我，我在那边多住几天。多做几次讲演，主人不欢喜，我们欢欢喜喜赶快走路。绝不与人做冤家，绝不与人结冤仇，这个是做人的一个基本态度。事出世间圣人教导我们的，我们果然能够认知，能够明了，能够依教奉行，这一生得福啊！这一生享清福啊！来生的福报，那真的是不可思议。人生很短，为什么不修来生？为什么贪着今生呢？贪着今生是错误的。能修来生，这个人眼光就远大了，才真正有前途，真正有幸福。我在北京听黄念祖老居士的学生告诉我，黄老居士给他们聊天，谈起净空法师，他说净空法师这一生要不往生啊，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他告诉来给我说，我笑笑，我说我还是要求往生，我不要来生福报，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自古以来多少帝王那想大福报啊，可是享福的时候没有不造业的，福报享完了还堕落，所以决定往生是正确的，舍弃人天大福报，决定求生净土，这个才是智慧的选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